南方代表高雄从此来左右 Sugar Rock 把你的爱心收藏起来，黄松山。今天的天桥是红方代表花莲奔跑三组铁拳小凯邱玉凯。请医师不要吓他，你不是故意的，我也相信你不是故意的。但是第二次再有这种情形的发生的时候，很抱歉，我就直接给你，直接就给你扣分了。好晕了，这就是这样。